大家好，你们见过1000公斤，也就是1吨重的南瓜吗？我是生平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南瓜。现在就随着我的镜头来看一看这巨型南瓜吧。一年一度的万圣节到了，各家各户都摆出了南瓜装饰。纽约植物园也为万圣节开设了南瓜展。来到植物园，映入眼内的是一片秋天的景色。虽然已经到了深秋，植物园里还有很多不同的花在开放。来到南瓜展区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三个巨型大南瓜。这三个南瓜都在2000磅以上。这个牌子上写着它的重量和种植人的名字。这个是2021.5磅。这个2031.5磅。这个是最重的2268.5磅。换算成公斤的话就是1000公斤，也就是1吨重了。如果不是亲眼看到，我真的不敢相信世界上竟有这么大的南瓜，真不知道是怎么种出来的。因为它们太大太沉了，所以下边都被压成扁的了。走进南瓜展区，五颜六色、形状各异的南瓜井井有条地被摆成了一组一组，真是琳琅满目。这些南瓜有黄的、红的、绿的，竟然还有灰蓝色的，形状真可谓是千奇百怪。有些长得真是丑啊。后来看了介绍才知道，其实这里面有些是不属于南瓜的。他们把一些葫芦和一些别的瓜类也放了进去。我们现在就一组一组的看下去。Thank you.